亮的歌声就让人惊艳。南韩女团 TWICE 台湾籍成员周子瑜出道九年，终于在九月六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，最近也频频上节目宣传，日前也登上了广播节目担任嘉宾，现场更是献上个人 live 歌唱首秀。子瑜一身休闲打扮，素雅的妆容，戴着耳机全开麦演唱。没有后置调音，周子瑜的演唱功力让不少人大赞进步好多，还说被感动到快哭了。另外这一次的主打歌也掀起了舞蹈挑战热潮，近期更惊喜的与同公司大前辈南韩流行天王 Rain 一起同框共舞。一身宽松丝绸黑衬衫，微微露出胸膛，扭起来的性感度完全不输子瑜。这段影片也让大批粉丝疯狂。这一次 TWICE 忙内，周子瑜主打歌《Run Away》释出的24小时内就突破了430万次观看，稳居 YouTube 音乐发烧影片第一名。这样的好成绩，也让人看到这位台湾女孩勇闯南韩演艺圈不懈的努力。华视新闻邱俊平、许文南综合报道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